一个包包太不容易了，艾米耗了两天的时间终于做完了，结果又要拆了，太伤脑筋了。给大家看一下，看看是不是怪别扭的，但是其实它是往里面缝的。对，艾米把它缝反了。对，所以就非常的别扭，我只能重新拆开重新放了。OK 了，毛终于拔光了，现在终于可以往里面给它缝了。咱们平时是个生活博主是吧，现在硬生生给我搞成了针线活博主。你又多了一项技能啊。多了一项长大可以出去打拼的功能。对，哎，大家看一下，我的手只能往这个里面钻，嗯，就只有从拉链这一点，然后才能把它好好的取出来。如果你稍不注意，你的手有可能就被刺了。哎，生活不易，猪猪叹气，我们还是蛮赶快干活吧。手伸进去，头也得伸进去，不然你是真的看不见呢。摸了一下，摸了个确确。艾米做这个包包坐着都哭了，来给我们看看，啊，还害羞，嗯。这个真的是很难，那只能靠这一点点的这个小空里面抽，这样缝一圈还要倒回来再缝一圈，所以这孩子就急哭了。这边才是正啊，下次相见了，弄好了。哎，太不容易了。现在让我冰箱试试。现在我就给大家看一下美不美。哦，给大家看。哇塞，还可以啊。怎么样？耗费了几天时间，终于没有白费了。喜极而泣呀，漂亮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就结束了，我们明天见吧，拜拜。